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耳科赵医生。今天是周一啊，虽然是在国庆长假，门诊停了，但是呢，今天已经收收心吧，明天开始上班，咱们今天继续更新啊。今天这期是一个回顾啊，既往的一些鼓膜表面的一些有叮咛，想开场的这个叮咛块啊。这个是被棉签捅进去的，捅到了鼓膜表面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怎么说呢？它本身倒没有什么严重的危害啊，也不用紧张啊。鼓膜上有个东西，大家觉得很可怕是。其实呢，鼓膜表面上如果粘这些东西呢，有的时候没感觉，有的时候没感觉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在头部晃动的时候啊，会有一些响动啊，也就是仅此而已。它不管是叮咛也好，真菌也好，只要不是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啊，里边有的小孩把电池塞进去了，这个玩意儿就不好说了啊。其他的自然界的一些东西啊，包括甚至是这个昆虫啊，昆虫的异物啊，其实对鼓膜的影响都很小啊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。这个最后这一点小薄片啊，这个。OK 啊，好，这是一个叮咛块啊，这是一个叮咛块，还挺轴啊，非得给它撕下来啊。最后这一点啊，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看这个撕这种干片啊，不知道是个什么心理啊，搞不清楚啊。我是一般是如果放在普通的门诊，可能有时候就不处理了，不去清理了，等着它自然脱落啊。因为这种碎的这种干块，自己是有可能是慢慢掉的啊，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干什么。好了啊，清理干干净净的啊。但是一般来找我们就挂号不方便啊，因为排队时间也比较长啊，所以一般还是要处理一下啊。很多年前啊，年轻的时候那会儿，偶尔说碰到说鼓膜上一个小块儿啊，那会儿也没有耳内镜的操作啊，这个块儿稍微大点儿，这块儿稍微大点儿，用肉眼啊去操作也比较有危险啊，就经常就跟别人说不用管了，或者回家自己拿洗澡水冲一冲就行。口上有点碎渣子啊，这个。正常啊，这是正常，咱们皮肤新陈代谢啊，外到皮肤新陈代谢的产物啊。大致清理一下，以前一般是不做特殊清理的啊，有的时候赶上了不是特别忙的时候打扫打扫，哈哈，因为外边这些东西呢，它定期都会有。有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身体这个皮肤啊、油脂啊、散碎的碎屑啊，像这个就是一个真菌了啊，这个是一个真菌。这明显不是说是被棉签儿啊，或者是脱落进去，这是在局部生长出来的啊，一层这个小干片啊，从外耳道一直呼到了鼓膜，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症状，就是耳朵会有点闷，特别是生长出来时间短，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就是生长时间长了反倒没什么感觉了，它适应了那个啊，你给它一下清理掉，它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，哎呦，这个耳朵怎么感觉好像听声音还有一点点吵似的，因为它这个相当于把鼓膜的这个厚度给增加了啊，这样在声音传导的时候，这个鼓膜震动的。效率就降低了，因为我们的鼓膜需要往里传递声音啊，这个震动是很重要的。这种干片啊，这种东西弄完了还得打药啊，得往上打这个软膏，因为这一期主要是讲清理啊，这个打这个软膏就不刻意的去放了，因为软膏打软膏之前反复放过啊，特别是这个位置的这个上真菌药啊，耳内镜的优势是非常大的。你们用肉眼拿棉签儿啊，或者是拿有，就是这种注射器往这种位置涂药啊，是很，一个是不安全啊，第二个呢，也不容易涂那么匀啊。
干片啊，撕下来。有些粉丝朋友啊，看到这在骨膜上撕这个秒丢啊，还是叫什么瞬丢啊？后期要把这个药打好啊，否则的话肝这么清理几天啊？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耳屎长那么快啊？其实那东西根本就不是耳屎啊，那是真菌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是真菌啊。然后咱们看看下一个，这个是从以前的存货里搜的啊。这个东西，好像是个混合的，感觉有叮咛的成分，发黑的这种块，也有棉签加工的痕迹啊。因为不是一个普通的叮咛状态啊，但是外耳道的这个状态，哎，你看这种黄色的这种干片啊，这又有点真菌的这种意思啊。不是普通的这个叮咛啊，跟外耳道之间啊，这个皮肤之间很容易分离，而且不会特别致密的这种啊。这种非常狭窄的空间啊，闪转腾挪，哎，把这个片片勾出来，哎，这个在成年人是可以的啊，成年人是可以的，儿童的话，这种操作不做也罢啊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儿童的这个稳定性不好啊，突然的移动极其容易造成损伤啊。这个力度啊，掌控的非常好啊！这个外耳道的皮肤没有皮下组织的缓冲，这钩针所接触的皮下面只就是一层皮，而且很薄。这个层皮肤比我们四肢的皮肤要薄非常多。在做这个像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，耳内镜的鼓膜修补的时候，一掀起来就非常薄的一层，这个厚度基本上跟鼓膜的厚度差不多，有的人可能还没有鼓膜厚呢。这个也是啊，估摸是有既有真菌，然后又有这个棉签的加工啊，所以这个棉签对于耳朵来讲，当然有的时候没有条件做耳内镜清理啊，逼得没办法用棉签上药，这是一方面，上软膏啊，液体类的东西不要拿棉签去上了，那就没意义了啊。很多这个人就自己理解啊，理解着上药，把棉药滴到这个棉签上。然后耳朵里，包括像在耳朵里什么涂什么碘伏酒精啊，这都是很愚蠢的做法。碘伏和酒精是消毒剂啊，不是消炎药啊，这是两个件事啊。好啊，包括这个也是啊，也是一个小的叮咛碎块啊，这个粘在鼓膜上了啊，这个应该是掉进去的。有的时候，在这个听骨啊，很多人现在在网上有这个简易的耳内镜，看到了骨膜上一个白色的凸起，不知道是什么啊？那是里边这个听骨凸起的东西。我见过好几例，在听骨表面有这种柱状的啊，跟这个有点像。有一次，我的网络咨询平台有人给我发照片，说在这个医院说拍到了一个这个，就跟这个非常像啊。说是考虑要进行手术啊，说这玩意儿拿内镜夹一下就能掉，说医生不敢动，说要手术，我也是没办法啊，只能那这东西，隔着这个网络啊，没办法实际操作啊。至于为什么形成这种柱状的这种钉凝粘在这个听骨上，搞不清啊，也非常少见啊，偶尔见到过几个。这个其实还有一种啊，鼓膜表面的，也是相当于怎么说，不是病态吧，属于一个自然产生的啊，这种毛发啊，也可能是头发啊，也可能是，这个也有可能是掏的一种毛什么的东西脱落的啊，因为很多人拿这种小刷子之类的东西啊，这个有可能，这个不像是自然的一个毛发，这个颜色不对啊。
可能是自己在拿什么东西，这种小毛刷子或者是什么，在自己做啊，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。好，今天的视频更新就到这结束了啊，我们这周四，正常上班，好，周四再见。